我骑，我骑，哎，又倒了。这里好危险哦！哎，不对，怎么是你？右转停车，左转停车。哎，挂了！啊，挂挂！不惑不惑不惑，不能让他砸死啊！好好好好。差点就被他戳开了，是吧？仓火还想搅局啊？先来捅一刀再说。动他！啊！万帅！大义立万帅！干明就我撒粉。没有，我大义撑下来，然后你撒粉，我大义真的用完了，真的有用到。好，换鸟容易，刚毅有了。后面那个是不是也是假墙啊？对，峡谷那边都是假的。那上面有真墙吗？请问？他右边啊，他的右边啊。哦，那边是真的。OK， 哎、欸，他的终于快挂了，我万分感动。啊，要去金皇那边。再是雷狼龙吧。是的。我来看看我的黑狼，我的那个雷狼龙。哎、欸。等、嗯。金火足迹。嘛。四金一桶。拿水吧，拿水。要吗？四金一桶。四金一桶，好。金货，我求求你，没你不是。五次力竭倒下，最佛心的一个。水哦。对的。还剩两次了。哦，我丢他大便，我丢他大便。我们那丢大便都没有效、欸。二十分钟投吧。这次没用了，这次丢大便没用。黑哦，黑狼鸟的长位比十套的差一点，好吧，那就当做收藏。哇，四金，太漂亮！来，地盘能躲。要走了吗？等一下，整理一下包。那你忘了，我忘了。这个情况怎么是很相似？可是我们的兽人模式。刚好是另外一头而已。好。对啊，只是我们这次先狩猎的模不一样而已。打了。被这样搞过了。已经被搞过了。我们那时候就是，我就讲，我那时候打金火龙，就是沿飞来跑来乱。然后就是夹在这两只女王的中间。哎、欸，上来！哎、好好的在底下，差一折嘛，就在他面前。啊！晕了，要毒死了！我被要毒死了！保不了，要毒死了！哎、欸，有，差一点点，差真是差一点点。他跑掉了。感谢。哎、他跑去八区差不多。靠！你们两个不要互相跑下去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冲！冲三下！笑！他们两个在干嘛？又来了！撞墙！哎、欸，有没有没倒？
我明明撞到岩飞了，可是他不打。会有恐暴来乱呢、啊。另外一个是黑狼鸟、欸，哎、欸，都可以撞了，都可以撞了。就二十分钟。我没有石头了吗、啊？我在努力，我在努力啊。干，好烫，好烫，小烫烫，超超超超超超。你不可以因为你有阎王的手就在里面嚣张哦，进不去啊！我没有在里面嚣张，我是真的不能进去。我土拨鼠啦！我没有嚣张，我是他妈被潜进去的。我看你还没躲。我想躲，只是拼了命去躲。我不能再撞一次。啊！啊！你去哪里？这是金火龙。下来了，讨伐完毕，换你了。先扒吧，先扒，先扒，先扒。我等转身一好再扒。黑角龙，黑角龙解决完毕，黑角龙。那个不好意思，我虽然很想跟他们一起打，可是我想先回去回报任务，不然我的任务会变。拜拜拜拜拜。你先回去回报任务好。哎干、欸！这个煞爽真，那个畜生，我就去打，不等我扒完呐、啊。好，一个畜生，我看清你了。恐暴，东西好少。好了，我也不想飞走。那不更少？我一排都不到、欸。哎。差不多，哎、欸，你可以回去，可以回，回。还 OK 吗？我参加自由任务了，应该有岩飞了。快，我快毒死，我快毒死。好了，我躲进帐篷里了。不要。恐哥啊，买你啊！真的不要。你想看我几个吗？嗯，我五个。我看你的实况。看一下。一个重铠，一个重壳，两个骨头，一个尾巴。我看你拿到什么？我要走，我要走。哇！他直接送他一颗火焰、欸，笑屁哦！你还有认为我没有哎、欸？哎、啊，金火狼啊，黑狼鸟，啊，多地盘呢、欸？哦，这两个动作多地盘呢、欸？哎呦，哎呦，难得一见，急啊！哦呦，四千，哦。哎，三千八。咦，好。被撞了，手持三天刀，冲啊！哎、欸，狗狗，该死，不是这個。不要跳过来。我们不能看地图，地图会骗人。还好不是很痛。啊！散步。我快被烫死了！我快被烫死了！我好痛。他要喷一次，喷一次。哎、欸，别！哦，那是感谢。
好，我先关麦。好，我想听里面的声音。啊，我要死了！我妈在吸剧啦。好。没事没事没事。他跑了。上课，我上到。啊！我忘记玩太刀啊！我当推手剑在玩啊！啊！还免疫？没有吧？只是他看起来比较高。我们俗称免疫。Oh my god！ 爬不过来。哎呦，小心我是吧？这有这么会飞吗？它是金火龙啊，它是母的啊，母的不是比较不会飞吗？火龙家的都会飞哦，不是比较不会飞以外啊，对啊，母的应该是比较不会飞吧，除了吃火龙以外的动物会飞，萤火龙也是飞的，可是我们那天打就没有很会飞啊，对啊，干我回去换补哦，不要逼我，回去穿个耐毒项链。没有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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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换补，我换补。所以是你们两个都跑了吗？没有啊，我的心还在你那。恐怖，为什么你在生气？靠腰。好，我集成了。好爽。可怜。这样。他被玩死了。对。真希望我的附近有人的影。有人类吗？我的附近只有草食龙，我好孤单。好哀哦，这个。可是我。你在哭，等下连草食龙都没有。啊！生气。快抓、啊！我来了，麻痹，动，地动。啊，你过来呗！人类来了，人类来了，人类真是太可怕了。我很努力在过，那在一直在控制他的尾巴。突突突突！加强！哎、欸，这也可以哦。哎、欸，全倒哎、欸，那三只一起飞走哎、欸，这个是十串哎，好猛哦！哦哦哦哦，四颗，哇，赚哦！为什么在这种时候就给我那么多？五星九，哦，我有心啊，我就是要拿打天天玉哦。所以你打的不是？不是我等一下，赌师不是赌师啊，那不是我没讲。我要回家求了。耶！你看到我被打在地上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进度就是要升等了，升等跟打。好运了，好运，救命！赌师在输出哦，好，不输出，不输出，不输出，你们打，你们打，给你们打，给你们打，给你们打，不打了，不打，不打，不打。不打你们打，你们打，很气哦！
不是啊，没输出又不对。我没有怪你那么气干嘛？你不看看那时候撞墙救了你那一幕？啊，我不讲话了吗？有没有调查？散弹，把散弹再说。这一把要怎么克制？你说雷狼了吗？对。一个板洞，然后一个盾牌，几个盾牌和几个近身随便随便。看你几你要几个盾，几个近身。但一定要有个板洞。哦，好。有一个板洞，你们比较好生。我要改雷狼，不是雷狼啊，轻，这样我远远还可以射。我是没有人说有人推荐雷狼，不是啊，就轻弩啦。哦，这样至少远远的射还有一点点输出。年费刷完可以换那个啊，年费轻弩啊。哦，我知道，我在等。可以打那把我也想可以打侧。哦，那把什么很多东西都可以打，有个监视秘籍，我的结果。我被变魔，我被打到墙壁里面去，晕了。啊，好，还有成爪龙跟麒麟。啊，麒麟啊。啊。等我一下，测试个伤害。把残爪先打好了。为什么要撒粉？你的血量明明就还没有到很恐怖。没有。探险队生态调查。No。可以撞了。我有四金残爪。在干嘛？好，打你的。一次力竭。哎、欸，不要！哦，应该还好吧。那是增强，不是？有人骑乘。骑到。哦。屁股上没有孔的，那就很难说到。抱歉。不要立这种 flag。呀。还得开弓。我看我的残爪好了。我在撞。我也有，哎、欸，我也有四金孔的，五次力竭倒下。对啊，那就大概跟我的一样。力竭是不一样。哎、欸，你还没接啊？我要跟你接。OK， 我在看我要派我的猫去哪里去。他们去巨魔调查回来的随机啊，什么东西？就是不会是这不会是指定地区的魔物。嗯，除非它上面有写那个有特殊的图案才会去。啊，没有的话就可能是随机的。然后我记得好像上面有一个猫爪吧？那个猫爪我记得是说比较容易，容易成功的意思。对啊，带他去那张，很难出。我接吗？还是接你的？都可以啊，那我接我的。好。我怕猫。你怕猫？那真的要看医生了。是。心理医生吗？你
你是说哪一个？现实的猫。可是很多人也怕狗哦。还是哦，你是说趴猫是不是？没有。那个又不一样了。我没有说，你刚不是说我趴，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。我是说，是说亲生还是私生啊？啊，对啊，亲生不就念趴吗？对啊。你到底在干嘛？我满足感，我满足感快不满足了。满足感，完蛋了。然后他呛我，我不补你们了，我要去拿蜂蜜。我去找蜂蜜。你要补他就好。啊，我又不在，好像很难。嘿，残爪，力战火龙。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好我有心仇恨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有没有石头？有没有石头？哦、没有。去，我去拿一下。啊、我被开红了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我记得这里有一颗、啊。我来啦！哦，我记错，我在外面是不是。对啊，妈咪上，快点，受不了了，撞起来！可撞。太。太窄，他龙呢？七爆，哪个方向？哎、欸，跑回去了。啊，好啦，哇，他窝外面。我追踪我的一装好在上。哎呀，一装还要好久。哎、欸，可以撞。对啊。你先抱起来，很气哦。猫是奇面族，可是他走到那边去了，他跟大熊、哦、好远。对，我可以再撞一波了。那应该生气了吧？旁边是谁？大熊二。大熊二啊！我是在说大熊二。哦、啊，而且他被骂了。哦、他被大熊二骂了。好可怜啊！他被我们打，我们就换我们可怜了。闻闻闻！哎、欸，他换区了啦。哎、欸，刚好奇面主也在那边哦。对啊。那你要先踩到什么陷阱？黄咪上。过来。别再闻了。哎呦，他过去了，他过去了。有。奇面族很会看脸色呢。断尾了。哇！还是有伤害的。离我太远了。蹦炸！哎呀！啊，两箱。哦，我来，我补。还可以撞、啊，哎呦，哎呀哎呀，可以可以，撞起来，乔瑟琳安安，我真的好想输出，啊有了有了，我的输出机会来了，又晕了。
你看到骷髅了？好可怜哦。丢丢看。白痴哦、喔！我丢什么？等我。没有抓，我只是先试看。骂他。试试看。我被你 gank 了。啊。我配你 gank 了gank 四次了，我在丢本，然后我这个没有装耐冲啊，所以你丢到两颗了吗？没有，我才丢第一颗而已，然后就被你之后就开始连续了，好贱，然后他现在猛攻我了，我需要鱼，四四。我来了。哎，再一次。我粉了。好，没有。好。骷髅头，骷髅头，请松手。啊、不要捅了，好。不要松手，不要松开你的手。太累了，太累了。等一滴滴把它戳死。哎、欸，这样够吗？我怕真的会把他打死。我没有多的了。我有。哎、欸，没有。我看得到，我看得到饿肚子，应该也看到。对，我只看到饿肚子，我很怕就他就这样闯起来。我想说，看到饿肚子的话，可能应该，也许大概，不要再打了 ，maybe， 看不到他快死，啊，还有个掉落在哪？哦，在这，听到鞭炮声，哎，蜂蜜，啊，这撒到你了，哎，可以对。加八，我的中，居然是造成伤害，哎，啊，生气了是不是？知道矿脉在哪里啊？对，去挖一下。啊，火龙吗？我要走，掰开掰开，看不到了，看到我看到骷髅头了。哇，好可爱！有力战岩飞，虽然说他就在这里，力战岩飞，对啊，我的爸，打了，啊，睡了睡了，我还有一个陷阱，好，本先撒，我先找一下巨刀矿脉，他应该有耐心的。没有看到多的香菇啊！结束，二十秒，猿飞出现啦！五种也是力战的呀！猿飞要降落啦！耶！我知道矿脉嘞。我们要打力战猿飞吗？打。我也在帮你找矿脉啊！哦，有好多耶！刚抓着，哇！我猫咪好强啊，帮我挖点素材了。逆境攻击又一颗，还
下次的目标就是挖天顶了。我看到了。那算是小目标吗？我说下次的目标。哦。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先走喽。啊，不是在路上。打错字了，我们打错字了。又在接吗？过来找我们，不是我们要打他。哦，不用。也是。先回归球一下。那接下来是什么？你好像说啥？那个麒麟。哦，我看一下麒麟。